喂哦，再上来一刀，哦、很重啊！有下路要打起来，波比也在，要找大众感觉，撞走，刀哥没闪，没了，刀哥呀，还差一下，宝毛爆死！喂哦，微微这边也差一点。你那个电脑也是挂机的，推回来，怎么说？直接先挂点燃冬阴变，这里不想走了，对，直接等死了。断了，喂，这个推好快啊 ！ICU， 天津把下路线带过去之后，李宁要不要去抓一下？要抓那个 ，BDC 要抓那个，那是没闪的，闪下直接打个包回来。哎呦，微微，微微，再让个人头给沙皇，这把 BDC 拿下了已经。呀。相信 Light ABC， 装什么 ？Icon， 喂，哎，往前跑 ！Icon， 这么远的，已经收来了，哎呦，有说法来的，剑七被秒，剑七来了，勾勾来了，要打谁？相信 Light 往前，但是滑板剑有谁能活吗？还是收到剑姬，但是给刀哥三杀了呀！亚飞拉三个头怎么输啊？真要第五把啦！要来送命，李宁借飞机炸药包，还有最后五秒钟，要丢了呀！要射了，憋不住了，冬阴币，憋不住了，来了。怎么说？大龙还有五千血，有卡利斯塔，直接有滑板鞋的，顺便微微进来，进来打的最多掉了，滑板鞋能拔毛吗？能拔死大龙吗？拔死了，还好拔死了，兄弟 ，Light 把毛拔掉 ，Light 拔拔谁没用啊？比利基手握着最强后期阵容，怎么不吃线啊？他们可能想的是要守中路一塔吧，觉得中路一塔更关键一点。发环怎么说要踢吗？踢过来，哇，一塔没下来，波比逼东到了，滑板鞋冲进去，怎么说没打呀？闪现打一个 Q， 闪现拉一下，闪现快回来，快回来，有机会杀剑姬，两波比人倒了，不是你剑姬加沙皇，你带上下路线啊？你剑姬来打什么团啊？我知道你很急，但你先别急，姿态。白菜集合，我已经哎，这边拉拉出去不中，快三个，快三个，别拉，大招给他不中，秒了，大哥，大哥也死了 ，IC 1也死了，要一波吗？李毅，他们想一波，真想一波啊，真想一波，绝对想一波。剑姬是守不了线的。拿比也不好守，感觉真有机会一波啊！绝对想绝对一波了，已经记了。落十七秒，踢过来有炸药包呢。刘青松还有十秒，要等刘青松复活。波比还是没到呢，这波要等刘青松复活。落还有大，只能三打五了，只能三打五了。怎么说？要上了，要上了。比利波比上了，微微先守上去，拖时间，先清线，清兵。冰在麻辣烫，冰死了！姐，啊啊啊！怎么突然就结束啊？啊！哎，等会儿不好说吗？不好说吗？很好说。哎呦，李宁姐，这也能赢？这都能说？啊？啊！怎么说？起来，兄弟，快起来，要去美国了。JW， 快点订机票，老子现在就要去那边提前适应时差。今天晚上直接回去复盘比赛加分析下一轮对手，对，看我干不干他们就完了。我李宁既赢了都在挠头，怎么赢啊？这里等会儿有回放啊，这都能输，比利记
老子绝对要看。